我老婆怀孕了哈，啊，不知道不知道可不可以洗衣房？洗房可以的呢，已经怀孕34周了。哦，可以。我跟你说，荷尔蒙影响。我跟你说，在后期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性欲是哇哦，你无法想象的。但是我很害怕，因为我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戳到我的小孩。戳到是不是？咱们有22不含头吗？哎呦，也大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觉得我好像得了癌症。啊，你得了癌症？对啊，现在才来找我。对，你不要吓我，因为我想说我那个肛门有毛，我是不是癌症？你不要听老师说，你至少会唱那首歌《菊花台很多猫》，你的菊花台很多毛，这是我正常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。我的天，听到，你的老师没有教好。欢迎黄泉老师。好久不见啊，不是啊。这个哎，对，你好，我老婆怀孕了哈，啊，不知道，这么害怕？不知道可不可以洗衣房？洗房可以的呢，已经怀孕34周了。哦，可以。我跟你说，荷尔蒙影响。我跟你说，在后期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性欲是哇哦，你无法想象的。但是我很害怕，因为我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戳到我的小孩。戳到是不是？我怕戳到他了。那我很冒昧问一下，咱们有22不含头吗？哎呦，也大呀，那是有，那是那当然是 OK。那我再问一个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就是我可不可以就不戴套？不。是怕在怀疑老二吗？对，同时怀疑老二。我可不戴套，因为我怕这样子这个宝宝，那他会不会吃到我的一些？以后未来说，爸爸你为什么吐我口水？是不是？对，我怕他误会我。我们后面有个膜，这倒是不用担心。但是我比较想看看没图没真相，22不含头，咱们检查一下好不好？给我2分钟的时间，你跟我到后面。好，怎么走？好，今天欢迎沈怡前医师。哦，厉害了，这个医生每一个越来越夸张。高医师啊，这个我最近哦，这个哦，棒流哦，修夸，修啦，哎，热有那种有点灼热感，哎，你可以帮我稍微看一下。这问题真蛮多，你有没有不安全性行为？哎，没有啊，哎，我是安全哥，我真的都很安全啊，我都很安全啊，哎，我都有带，但是对方是谁我不知道，那个对方我都不认识啊，但我都很安全，我都有带。这个就算是不安全性行为了。不要再抵赖了，站起来，裤子脱掉，我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脱掉。高医师，要帮我放杜德伟的脱掉。我想要隆鼻啊，好，请问有什么选择呢？我们隆鼻最重要就是材质的选择，所以我们可以有细胶、卡麦拉、自己的肋骨，还有液体的肋骨都可以。肋骨哦？对啊，可是它很自然哦。可是医生，就是因为我有个小问题啊，就是因为我会怕痛哦，可以用我男朋友的肋骨吗？男朋友的肋骨？那男朋友也会怕痛吧？男朋友的肋骨会被你排斥？他愿意为了我付出的，我他跟我说他为了我上刀山下油锅，对，两肋插刀都可以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是他会排斥，这样你的鼻子就不好看。我跟你讲，有另外一个方法，你不想自己痛，我们拿别人的肋骨，是大体身上的肋骨。怎么了吗？你是说死人骨头哦？是这样说没有错，但是不会痛啊，而且我们特殊处理过。哎呦，一起欢迎我们赖清提医生。医生，因为我最近哦，那空穴来风啊，就是我就是我牙骨啦，你可以帮我补起来吗？哦，你走，把我打开，我看一下。你这个是牙龈萎缩，所以才会看起来牙缝比较大一点点。对，你这个可能要补牙肉啊，或者做假牙贴片才可以把它补得比较漂亮一些。哦，可是我像磕牛排啊，黑胡椒就会卡住，很难看哎。客户看到我就觉得我这样形象大扣分，你可以帮我补吗？拜托啦。哦，我刚刚不是说不能补了吗？你可以补牙肉啊，或者做贴片。但是你这个的话就是没有蛀牙，没有蛀洞，那我要怎么帮你补？不是医生，我就是吃牛排，那个黑胡椒就会卡住我的牙缝。你到底能不能帮我补？我吃牛排真的会卡牙缝。我知道黑胡椒嘛，对不对？黑胡椒，我不吃模糊的。在鬼打墙，我就用嘴堵住你的嘴巴哦。补充一下，怎么样？其实很多病人他来我们诊间，他只在意他的主诉跟他想要做的方法，而不考虑过程。我们怎么处理？没有听我们给他的建议，对，所以他就一直这样鬼打墙，有时候有点难过。对，医生通通现在规定了，通通要跟病人交代他一清二楚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卸责。